8月14日，张艺兴现身广州机场，他戴口罩、帽子、全副武装，玩神秘，边走边舞动双手，似练习舞步，边夺动正大儿童。这么敬业，在路上走着还要练习舞蹈，真是没谁了。张艺兴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一小段视频，并配文：“稍安勿躁。”视频中没有声音，也没有露脸，只能看到张艺兴的脚步不断向前，中途经过了1012几个数字，随后张艺兴在镜子前站定。这段视频引来粉丝猜测：“稍安勿躁，是为了给我们看你的鞋子吗？哥，你在暗示什么？1012，10.12吗？”还有更多粉丝注意到，张艺兴发文的时间是凌晨3点，粉丝暖心提醒哥哥要早点休息啊，注意身体。日前，张艺兴微博晒出一则自拍视频，配文：“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在做什么？”张艺兴素颜出镜，向粉丝讲述自己坐飞机一觉醒来还没有到目的地，本来应该在首尔降落，却因天气原因被迫落在了上海。被困飞机上的他表现哭笑不得，笑声也非常魔性啊！粉丝见此纷纷安慰：“你在我们心里。”